大飛我天啊，今晚有一人唔收聲。昨晚食咗最後的晚餐，我真係一個人真係打咗個羊腩煲。咁我食唔曬嘅，食咗三嚿羊腩，我打包翻屋企。個胃起得咁多，不過胃食諗諗下，昨日做唔嚟，又要拍最後一個，即係我係一個無謂人，臨時臨急咁啊！唉，偷下懶啊，順便一見到細色唔對，羊腩煲都係需要嘅。胃食真係冇朋友，減肥開始，因為由今日開始我都已經買早餐翻公司食啦，好所以好早喺公司。習近平嚟到呢一個位，二十大之後，所有嘅權力喺佢手，開始有啲動作要做。第一，穩經濟，穩外資，但係外資唔賣帳，結果就要開始對動態清零開刀。好多人講嗱，我冇講嘅，動態清零會長期化。咁我自己之前做嘅判斷咧，就係去到三月啦，都係其實。因為你冇辦法做落去，而動態清零點解要做落去？如果你話要打擊政敵嘅話，咁今日見到整個團派收皮，紅二代收檔，江派一個人都揾唔到，即係話你已經大權在握。更重要嘅，好多人話佢要同中國人交代，中國人最主要係乜嘢？要食飯嘅啫。當有飯食嘅時候，乜都唔計較。甚至犧牲自由、犧牲言論、犧牲乜都得，最緊要就係有錢有飯食。呢、這個就係中國人嘅特性，所以習近平係完全睇得通嘅。咁嚟到呢一度，咁佢點解一定要動態清零做落去咧？這個唔合理。更重要嘅就係、是、當日佢已經釋放咗個信號，個信號就係、是、係啊，二十大一中全會。啊，各樣嘢都咧，你都見唔到個個戴口罩，但係最主要嘅主事人係已經將個口罩放低咗。跟住一個香港股災，大陸嘅股災，跟住全球嘅中資股嘅股災，一日之間蒸發咗46,000億港元。喺呢個時候，當全球包括西方國家各大商會都話，如果你再動態清零嘅話，咁我哋就走嘅。其實已經走咗一半，連最後尾都走埋嘅話，搞唔掂，因為呢個係不確定性。結果，尋日正式公布，就係上海市全市常態化核酸檢測免費延長一個月至11月30日。11月30日即係話呢一個月以上海做試點。繼續做核酸，但是同時啟動免費提供吸入式新冠病毒疫苗加強劑，即是你只要打了兩劑疫苗，到第三劑就是吸入的，十秒鐘搞定。而這個加強劑是已經得到世衛的認可，而中國是第一個試行的，吸十秒鐘。个作用就系话保护你喉咙，就好似你杀菌咁啦。总唔知你有新冠病毒入嚟，佢喺个喉咙嗰度阻截咗你进入肺部。吸入式疫苗有望透过呼吸道黏膜免疫反应，佢守住咗病毒进入人体嘅第一道防线。就喺25日。昨日迎嚟首批前來接種的小民，當地傳媒引述市民話，接種速度大約10秒，吸完後閉氣5秒，冇乜嘢太大嘅感覺，味道有啲甜，好似飲一杯奶茶一樣。呢、這個就係而家中國嘅國策。喂，我都要揾個藉口，將個動態清零減低佢。令呢一種破壞中國嘅根本，好多人問唔使你唔係，咁我都話啦，你做你作為你要權，要權做乜嘢？要權就係要錢。當然啦，習近平係唔使要錢，成個國家都係我哋習主席嘅，有咩要錢？咁你下低嗰啲咧，係咪？咁點樣啊？
事實上樓市都爆破埋，最新就碧桂園頂唔順，應間講大陸嘅樓市，股票頂唔住，外匯急劇咁走，外資起身，真真正正能夠令到政治不穩嘅，無論你嘅維穩系統有幾大到咧，到最後尾喺人民最大面前，而人民只係要求我要食飯啫。喺呢個環境底下，動態清零有冇辦法行落去？呢度就睇到開始開放做試點，試點。而家呢個吸入式新冠疫苗由康熙諾生物研發所造成嘅，經作中國國家衛健委建議、國家藥監局組織同意，獲世衛批准緊急使用嘅12款疫苗之一。呢個就係而家中國，即係話疫苗有冇用我唔知道，但係吸入式，我話你得你就得㗎啦。哦，呢樣嘢可以減輕到疫情喎。呢件事就可以玩完㗎啦，即係用呢啲咁嘅政策話俾你聽，而家仲好緊張，但係佢已經揾到個突破點可以解決疫情，就係呢種口服液。咁當然啦，得唔得我哋唔知，但係最需要就係一個理由。當呢個理由擺喺個面前嘅時候，咁樣事緩則圓，慢慢佢就可以取消。係啊。甚至佢可以講：哎呀，你吸入咗啊！疫情會好輕微噶，唔使驚啦，冇生命危險噶啦，我哋可以開放啦，就係咁簡單。呢個當然係我一家之言，我嘅判斷啦。但係大家拭目以待，睇下三月份係咪玩完？拜拜。